知道吗？看到你的第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要缴罚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就一直在超速了。You are the one my love. 你刚才蛇行有安全上的疑虑，麻烦出示一下相关证件。请问你有喝酒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喝酒，只是比较嗨而已啦。好漂亮哦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我查核一下身份。没关系，给你查，查一辈子都没关系。身份查核没问题。请问你有农业机械使用证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请问你有悬挂农机号牌吗？我做田做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啊。那我告诉你一下，农用液机、农地搬运车等交轮式农机所有人，可依农业机械使用证管理作业规范，前往各乡镇公所申请农业机械使用证，并申领农机号牌，并将农机号牌悬挂于农机机身之前方。先生，因为你没有农业机械使用证，也没有悬挂农机号牌，现在我们要依规定告发。其实你知道吗？看到你的第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要缴罚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就一直在超速了。You are the one my love. 哥，现在我们事故相关资料已经记录完毕，记录完了，对不对？他的错要停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的错啦，你乱起的，我哪里有？你们听我讲解一下，请说。农机应具有头灯、喇叭、方向灯及刹车灯等照明设备或装置。农用液机附挂载具突出本机机身部分，应加装反光警示标示，供前后方来车辨识。夜间行驶道路时，附挂载具应具危险警告灯。农机具夜间停放路边，也要做好相关安全警示措施。另外，机车骑士也要注意车前状态。那这样的相关法规你们懂了吗？懂了。走，那我们下去派出所做笔录吧。好，走。笔录这里签名完就可以先走了。笔录我签好了。再换你帮我签一个东西呢？签什么？牵你的手，过一辈子。You are...